对，我们认识非常的久。啊？你说我个人吗？我个人就是单身啊。对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还是先聊聊饮料的部分。对，我们认识非常的久，对，就是没有特别想太多，哎，对对对，嗯，啊？你说我个人吗？我个人就是单身啊，对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还是先聊聊饮料的部分。最近那个啦啦队这个倪萱遭旧爱爆料说跟这个外野手陈诚威就是这个劈腿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就是除了很震惊以外，就也没有特别，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听到太多的算就是事情的细节。对对对，我们就是看到的，其实跟大家一样，都是看到你们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看。所以啦啦队容易跟球员产生这个感情状况是怎么样？我每一队风气好像不太一样哎。对啊，就是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相处是怎么样。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快停啊！